花边布料铺叠机作为纺织机械的一种，其技术发展随着纺织技术的进步而不断更新。一方面，数字化控制技术被广泛应用，蓝莲花花边布料铺叠机采用了先进的数控系统，可以实现高精度的铺叠，同时也可以根据不同的加工需求进行定制。另一方面，如今自动化技术也得到了广泛应用，蓝莲花花边布料铺叠机在自动化方面取得了很多成果，例如无不自动停机、自动铺叠、自动调整对边等，可以做到提高生产效率和降低人工操作成本，产品的质量和一致性也能得到保障。